叔加油！大叔来了。快要冷炸了哈！我们前三天都在山里面住，连去了一趟无双温泉又上来，然后昨天在这个俊大林道的通行的最尾端扎营哈，小绿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的天目营本部在那边。昨天晚上到零下的温度睡得冷唧唧，现在清晨早上起来也是零度而已，看一下温度计，零度，红色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红色显示零度。喝杯咖啡，等一下攻俊大山，下山就要坐车回家了。在山上待了四天，现在零度啊，路面都有一些小结冰。还有 Zelen， 我是 Amber， 今天爬百岳俊大山，坐车从山底下上来要两个小时，然后颠颠婆婆，可是实际爬俊大山单程只要两个小时多一点，来回抓五个小时而已。我们现在已经在2850左右了，实际俊大山3200多，所以总共爬升也才1500，不难啊，走吧。好。昨天在这里过了一夜，昨天晚上可能有-2、-3左右吧，很冷，还好装备还算够，但是睡得不是很安心，以后有厂商要测保暖装备。我就来这一侧，好冷啊！登山口，现在到太阳的地方回升到8度，开始走了。走了20分钟到这个建筑林隧道，很喘，一路走上，穿过后面的建筑林。往前有一个观测站的样子，听说这边4G满格，是不是？网咖到了，网咖到了，雨量自动测报系统。科技的末点。刚才发现原来来捡俊大山还会多一个望向山3007，然后这里标了一个0.5，就在这个雨量观测站这里，今天应该要爬到3.8吧，所以才一开始呢继续走。我们要从建筑林钻出来，看这样，哇，水感 1.5K， 太热脱衣服了。最后一段还蛮陡的，还要再陡2K 吧。石缝石壁，哦，要拉绳了，要拉绳了。希望上面漂亮一点。其实没有很难，但是前三天已经挑战完无双温泉，现在直接接着俊大山，昨天又在零下睡觉，呼，真是来打怪的，打大魔王增加经验值。今天可以看到山头了，最后一段看起来是蛮恐怖的，像在那个裸岩拍照。爬上刚那个山头，可是俊大好像是前面那一颗，被骗了。沉淀一下，还是一直看到玉山，上面的雪还没融。昨天晚上，他们都变白了，变酸梅干。很好，又被第二个山头骗了。
爬上来也还没到，好像真的还有一段路。看他们停在这里，我以为到了，原来只到了北峰。耶、yeah. ！那一颗才是啊。继续走。大叔加油！大叔来了。我们现在经过峻大北峰之后，又走了好一段，快要到峻大山顶了。这段路一路都是建筑，蛮多太阳晒的地方，地板也是很泥泞，但还算好走，还算平整，有一两个地方要架绳攀岩，期待上山的风景。一路上不是这样的泥，这边的讯号还不错，4G 有一个，讯息还是进得来出不去。刚刚有跟家人跟一些朋友报一下平安，完成这座百岳就可以回家喽。应该是最后一段吧，我在猜。一路往上，有可能就会到了，因为我算起来时间也差不多，现在走了两个小时。哦，我以为半个小时前就要到了。爬到肚子好饿哦！我也是。好，继续走。前面听到到了的声音，不晓得真的假的。我看到他们在那边了。哦，还这么远？他们在那里？上面，好开眼了吧？大概剩不到100公尺，已经可以看到他们。很上坡，神兽 Amber 已经登顶了。哎，记录着最后的一刻。去就展望喽。哎 ，Amber 嘞？哦，跑去那边了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山顶，这里的海拔是3256公尺。下面那边有一个村庄，然后有一些田地。看了一下地图，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东浦温泉，好神奇的感觉哦！从山上看，而且能见度非常好，有一只鸟，看能不能拍到。就是3:06的时候才到，弱弱的爬了大概2小时40分才到。1、2、3，你们两个有夫妻脸，要不要换动作？一点吗？哦，抬不起来。大叔，来，举起来，然后一下核心，上方垫一块石头。我刚好拍到你倒下去，维持一下。有啦有，平衡，1、2、3，好啦，就到你们了。晒色差的人，有啊，你说日月精华，就他那个海边的大地的力量，维生素 D 来吧。维生素 K 吧 ，D 啦 ，K 是什么 ？D 啊，不是 K 吗？太阳是 D。我去查，说是 K 的。没有 K。好哦，我去查。人家就从 A 开始算，然后我到 K。多问观众，错了不要不剪它。你每次都把自己最最有力的留下来。被发现了。好了，要下山了。那下山就赶路不拍了。嗯，因为司机已经出门了。嗯，然后我们2点要在登山口汇合，就可以回到文明的世界。我们已经在山上住了3天，3天都没洗澡，我3天都没回讯息。就算有到有讯号的地方，我也不想拿出来了，就算了，下山再说。你知道有些工作一直在找我们。真的吗 ？Hello， 下午好，拍的还好吗？他以为我们失踪。OK， 好，我回去再跟他讲。好，拜拜。
在建筑林的旁边发现一块帆布，国家太空中心福卫一号地面对空标，所以我们往上看会对到一颗卫星。你在那边躺着，它就对不到啦。进入魔法森林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下山了。下山我们走了另外一个路才知道比较轻松。进入魔法森林的时候呢，左边会遇到一个水池，尾天池。它这水池的右前方有一条路是比较干燥好走的路，一路就可以往山顶前进。然后我们刚不知道，我们看到水池就觉得不能走，我们就继续从森林走，就会高高低低，然后路又不是那么明朗又湿滑。对，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。好，好，做到。从峻大山下来回程就快很多了，一个小时半就回来了。那就这样啦，这四天实在太累了。我们接驳车也到了，然后赶快把帐篷收一收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就这样啦，拜拜，实在太累了。喜欢的话再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哦，舒服舒服舒服，还是那个不是破外套，破外套。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四十几了。哎呦，太棒了吧！我要倒上去哦。啊，峻大溪第一排。像泡汤，而且这个池子又够深，整个身体都可以泡进去。看，啊，烫有烫有烫。你踩的那边刚好是最烫的。对啊，那边是下来的地方。哦，这昨天晚上应该就要下来泡了，后悔。昨天大家快冷死了。对啊，很舒服呢。对啊，而且可以泡，这里比较深，你可以再过来一点。哎呦喂，那边有石头，可以再。可以可以，它是一个天然的凹洞。最好，人家煮出来的。溪水从旁边流过，赞。泡久了还是会流汗，然后我都忘记我自己有戴毛帽。我讲说什么越泡越热。太阳穴低汗。舒服。